三，请揭牌。好的，大破声。举办揭牌仪式以及剪彩的是竹山镇鲤鱼里的三边里土地公庙。土地公庙重建完成已经六周年，六年来威名远播，但是与主要道路有一些距离，外地民众经常错过路口，所以才会筹措经费新建牌楼作为指标。啊，这个山边里的土地公吼，非常的灵性吼，啊，这个所在风景嘛非常的水吼，伫会当看到哦，咱清水溪口啊，森林啊，彰化啊，欢迎咱哦南投的乡亲有时间会当来德山啊，立尾吼山边岭特地讲来参拜啊，有拜有保庇哦。揣无啊，揣无，咱就想啊，无甲做一下，伊会予游客要来吼、哦、啊，揣较有着咱的八公仔的所在。这短短的时间，就目前差不多五六十万啊，现有56万就甲咱这个牌楼完成，予咱各所在来善男信女会当有一个明显的目标安尼。趁着假期，远近的民众都来拜拜，庙里香火鼎盛，非常热闹。议长何生峰也特别前来参香祝贺，并与张志明议员一同上香祝祷。咱、这个土地公有地方遮个时代，大家用心用力，啊，今仔只有这个场面。啊，阮厝边的代表就我，甲志明兄，阮拢实在应该有需要阮服务的，阮绝对应该爱做的，阮嘛会做甲到。所以伫遮，咱嘛恭祝咱土地公伯啊吼，会接受以外，嘛要求嘛拜托咱土地公伯啊保庇。咱地方者在座者地方者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平安顺遂，无难无灾。三边里土地公庙已经有着百年历史，流传着被偷牵走的牛过不了地界，都是因为有土地公阻挡偷牛贼的传说。咱老一辈咧讲，就讲咱啊有人来偷牵牛，牵要过只牵袂过啦，因为你土地公就甲炸掉呀吼，啊，互真侪地方的遮个属性，啊，地方的遮个好朋友真敬重。啊，今仔日咱阁甲土地公啊重新甲用起来吼，啊，就是希望讲用土地公来带动咱德山整个的啊这个兴旺。土地公庙在南投县的最南边，位置刚好是云林县交界的山上，除了可以看见清水溪的美景。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斗六市，民众不妨利用假期到山上走走，拜拜祈求一整年好运势，更可以探访美丽的风景。民意新闻经纬中竹山采访报道。